给了我怕光的眼瞳失落，是亮的是暖的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造化我，情似山执着，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何以变成些善恶，曾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伤愈合，我的存在不会因情节而予以残破。明夜，拿不走，是吗？为了争取时间，尽快完成邪骨封印，不惜召出双生文尊。此举虽能在短时间极大提高战力，但若不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间将再无战神。一点，我要坚持住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季曾，
自刎于妖魔斩之最后一刻，即以穷途末路，不发与妖魔魔域共沦深渊万丈。姬策，姬策，这诛魔之路你先行一步。鹏王，住手！我春暖仅凭直觉揣测，刻下从前身披枷锁，孤单封印在命运中，千万年寂寞。啊，爱情是如雨造化我，青丝山执着。老友们，姬策先行一步了。我们为这世界终生如何待我，你无身躯重振黄泉，风可以变成雪山。将我们困在此处，姬策也自身神髓封印黄渊了。明夜失败了，九曜天罡阵无法发动第二次，姬策死了，你的神力也将耗尽，而吾却已经达到天柱。哼，你们阻止不了吾。离开战场，你元神微弹，不要逞强。没有闲工夫管别人。明夜，无神奴乃无言所化，吾想杀谁，我见必会命中。这一次，绝无可能生还。一旦被屠神奴锁定，就绝无可能躲避。若能以死换得封印邪骨，明夜死而无憾。哼，
真是感人了。试问你还有多少同伴可以替你挡剑？神的剑，魔神死了，刑罚就要凝成了。诸君，我已决意倾尽神力与魔神同归于尽，待我身死收拾残局，便交给诸位了。小明燕，明燕，明燕，
阿九，今日怎么心神不宁？哎，今日不知怎的，格外心慌。仙妖殊途，你修行了数百年的仙术，如今出袭妖法，一时揪不过来也是难免的。不必急于求成吗？嗯。君玉。季泽。桑九。以后。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就连你战神也不行。我说过不杀你便不会食言，不过我要将你炼成魔教共无屈赐，让你亲手屠灭三界，杀尽同僚。可惜不能如你所愿了，我说过你逃不掉。开阵。只能星辰之力不过如此。般愚不可及，我要将你封印，从此不得出。魔神终于伏诛了，不枉耗尽诸神之力。一切都结束了。邪骨奉用刑罚诛杀吾，吾不会轻易饶了你们。
天塌地陷，三界重回混沌，我倒想知道你们上清神域又待如何。神力耗尽，而魔神尚在。如今天柱坍塌，生灵涂炭，看来只有最后一步了。诸神归墟，庇护天地。小明夜，快醒来。此处是你的涅槃境界，我已陨落了吗？不，是我们要陨落了，同袍一场，特来与你告别。什么？今日一别，身归天地，来日纵化作山巅冰雪，溪中卵石，岸边垂柳，我们总有重逢之时。神奇一则也交给你了。多谢诸位。
会再回来的。没事，爸。殿下，阿兄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，我会默合替父王处理些事务。好。等等。公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……你说啊！报告公主，方才传来消息，神木二军与长泽血战，激战许久，打得难解难分。那明夜呢？神木大战战况惨烈，战神必定首当其冲。众神虽诛杀魔神，尽灭魔咒，却技术陨落，战神明夜众神祭责，亦不知所踪。明夜如今身在何处，连战甲也难以抵御，再过片刻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出皇神君，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，只有一次机会。楚皇，帮帮我，请送我去找明夜。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明夜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我想见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弦月，弦一指引点悬将之风雪。明夜，我一定会带你走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要一起离开。
明夜，我们到家了。圣女，还是找不到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多天兵，踏遍四周也没有找到明夜。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他会不会适应不了这儿？哎，对了，好像东海的水是咸的。明夜，你真是可恨透了，变成这样还可爱些。书上说了，这些灵草都是有意滋养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人形。明夜，你快变回来吧，这样像一个小泥鳅似的缩在壳里，真不像你。待你化回人形，就会离开了吧。那日我那样对你，你定然不会原谅我了。明夜，你还是快点醒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等你好了，我就离开。我们也算互不相欠。糟了糟了，我忘记阿兄会来了。阿兄，阿兄，你回来了。你去采药了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最近看了一些医书，采了一些有助于修行的补药。即便我不说，阿秋也早晚会知道明夜的噩耗。可是如今他修炼正到关键时刻，若情绪不稳，走火入魔又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与其让他送别墅知道，我还是斟酌着告诉他吧。哎，阿兄，阿九，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那口锅了吗？哦，我看到锅里已经放好食材，还放好了盐，就替你拿去厨房煮了。啊？我再晚来一步，你怕是要变成十全大补汤了。阿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我突然想到还有材料未放，想过几日采来再煮汤来着。哎，阿兄，我们出去吧。阿兄今日要教我些什么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进境这么快，过不了多久啊，我就教不了你喽。那以后就由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再晚回去啊，父王就该发现端倪了。十日后我再来看你。阿兄，我现在已经能自学了，路这么远，阿兄就不用总跑来了。这么快翅膀就硬了。行吧，那就再过15日过来检查你的功课。嗯。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喂，醒醒。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
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我的？我去撒网打鱼，结果捞上来一条白泥鳅。我本来想炖豆腐的，谁知道会变成一个大活人，锅都被你炸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锅我会赔给你。你干嘛？你伤还没好，又瞎又残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该去何处？魔神已灭，灵台已空，我没能随他们一起陨落。可这世间再不需要战神明月了。你这小泥鳅还不知道吧，如今魔神伏法，世间已一片安宁，再也不需要躲藏和逃亡了。不如你就留下来替我打打零工，也好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不会做工。不会可以学啊。这样吧，你呢替我干干杂活，我帮你治眼睛，待你复明之时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再怎么听也像是我更受益，你为何一定要将我留下？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太孤单了，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，哪怕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如今铜柴凋零，桑丘也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呢？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先睡，等天亮了我再找找治眼睛的药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只有一张床，你是病人，给你睡吧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，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药已经换好了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过几日便好了。谢谢。多少爱终究而不得，朝夕被圆缺勾勒，回忆不可触摸，待开口心事却只剩缄默，困在你的一念薄弱，都有了颜色，逃不出天地的规则，冷漠着炙热，其实日和月能并肩，光与暗能重叠，爱
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也略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这是药草，你帮我把草叶摘下来放在左边这个篮子，把草梗放在右边这个篮子，然后再把叶子碾碎，把草梗折成小段，好吗？好。多谢。这两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的还多着。好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心动变成虚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瞧我伤你每一分，心有所想日久月深，用星河作证，月亮作文，想要入梦来探你眼中春。我们结成玄宫之轮，一生只为结一个人，从一眼痴真到风月战神。你等我一下。用心事临摹你掌纹，我们结成口动心门。走吧。去了满身，压抑不下，坚强。